迎接热闹的暑期档，不让好莱坞电影专美于前。华语电影最新推出的是由华裔功夫巨星赵文卓他所主演的新片，叫做《荡寇风云》，6月2号礼拜五在北美上映。马上请记者杨平俊来详细说明。观众一起嘘，掌声欢迎。好的，谢谢主播。以戚继光击退倭寇为背景的新片《荡寇风云》，内容讲述历史英雄戚继光如何招募3000名义乌村民，组成了英勇无比的戚家军，最后成功退敌的故事。电影为了真实还原历史，导演陈嘉上不仅亲自走访戚继光的故乡，拜访历史学者，更安排由日本人出演倭寇角色。同时，由赵文卓扮演的戚继光不仅要熟读戚继光兵法、效法新书以及练兵实技，还要专门学习戚继光刀法。观众查询上映时间和地点，请上 Wellgo 官网。东森新闻李仲尧、杨平俊在洛杉矶采访报道。